Nope.女生 DJ 收大招集体袭胸，吓到溃体，明日花绮罗道歉，不要讨厌日本。 韩国 DJ 女生 DJ Soda 身穿白色小可爱和小短裙，13号出席大阪 Music Circus 音乐节，没想到在活动现场被粉丝吃豆腐。 事后，他在社群发文委屈控诉昨天在表演尾声发生的事情。DJ Soda表示，他习惯在表演最后走向粉丝，但这一次表演遭多人袭胸，他束手无策，很害怕，只能努力装没事，赶快表演完。影片曝光后，也引来大批各国网友开轰。 3天前才和 DJ Soda 一起出席活动的明日花绮罗，也紧急用韩语留言道歉，身为日本人感到很惭愧，请不要讨厌日本。 但也有网友质疑，是因为他穿得太性感才会被袭胸，让 DJ Soda 气炸，在 IG 怒发黑屏，强调不管自己穿什么衣服，性骚扰、性侵害都没有正当性，以后还会继续穿自己想穿的衣服。对比这次大阪行 ，DJ Soda 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喜欢高雄吼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Soda， 我爱高雄，我喜欢。